动力的。对，这种电视上你碰到。老师你拿龟龟啊？四十度，没有那么高。37。还好，还好，还好。老师，你可以跑步吧？不。老师，必须看的时候要喝一杯冷水，让他再继续好，一样。对，我喝新鲜的。好。到。大家。哦。最后一个，来。当时我们讲一个东西，如果这一条线，其实这条线常常画这个，因为目前这几个是在同一个。这一条线如果跟这一条线一样的话，这两条如果一样，通常会有这样的画来代表方边。这个是方边，我们这个方向。然后，如果他说这一条常数呢，也跟这一条常数一样，目前是不是两个边一样的？注意看啊。目前是两个边样子。如果我想一想，像这两个，你看这两个边再连上这一条，就会成一个三角形。这两个边再连上这一条，不是也是一个三角形吗？如果我希望他们两个可以旋转，那我没错。目前有旋转吗？如果我只给你两个边，那是不是也是另外？了解意思吗？那如果我想要让他们两个旋转，你要怎么样？让第三条长度一样。让第三条长度一样。来，注意看哦。如果你让这一条打开两腿打开的长度如果一样长，第三条也一样长，就是你打开的长度跟我打开的长度一样长，这个就叫做边边边。再来哦，你也可以不是这样想。请问你还练什么？我让下面。我让哪里？来，只能选一个。不是也是学两个，只能挑一个。下面一个就不一样。下面那个就不能跟他讲。理论上你们应该会先选这一个，因为这个开口若开一样大。我这一个。目前这两个。这两个三角形不一样的，来，我如果把它的开口开到一样大，这个一模一样的，这个叫做，如果你让这个开口的角度跟这个开口的角度一样大，这个叫做边角多边。简单讲就是，刚刚是透过边来控制角度。现在是透过角来控制边角，所以你要讲 S S S 旋转，你也可以讲 S A S 旋转。不过我今天要讲的是这个。我如果想要选择一个角，如果我选这里，这个没有什么挑战性，反正它旋转。你看，如果我选择了这里，这两个一定旋转，没有问题。我现在想要选择哪里？夹角很简单，我只要让两个不同夹角变成一样大小。我现在看的是这里，一样的角，两个边一样，但是我那个角，我选择这里，这两个三角形是不会旋转。对。
我们要怎么确定会或不会怎样？我们要怎么确定会或不会怎样？再重画一次，我现在画面看。我让这条比较长，让这条比较长，这样可以吗？等一下，我要复制这一条，也要复制这条，我还要复制这条。那目前没有。等一下，我这边要复制跟它一样，我想要用这个条件来复制它。如果我在复制的过程只有办法做出一种，就代表什么意思？全的，全的，对。等一下，如果我根据这三个条件只有办法做出一种三角形，没有办法做出别的，就是只能够做出一种，那就代表这种做法是全的的做。那我问你哦，这三个条件你会先选择先做哪一个？你会先选择做哪一个？你会先选择先做 AB 还是 AC 还是角 C 的 ？AC。我会先选择做啥？边角会平衡。
发现我使用这个角这个边这个边只有办法画出一个符合跟它条件一样的，另外那一个没有，另外那一个输在这里，这个角不是缺陷。接下来，所以如果我是这样画的，如果我给的是这三个条件，我只有办法画出一个三角，所以我就说，好，你如果这样画，你会全的。说这个变直角，对，如果这个变直角，如果这个是直角，这个就是直角，这个就会平。哎，两个就一模一样。哎，那两个一模一样，不就会这个会调到变直角是吗？它调到变直角，你虽然做出来是两个，可是这两个一模一样，你知道为什么？这还是不正确一点。如果你问的很好，如果这个角是直角，对，如果这个角是直角，那这个角不会变直角，因为这两个加起来也会大。也就是说，那整个图形会变成是一个两个直角三角形贴住 AC 边，但是这两个是一模一样的三角形，把对角是同点，所以你做这个就是。刚刚什么？对啊，刚刚是不是？大头，大头，大头。这个就不到我真的。动归动，还是动啊？再来。小心哦，接下来哦。如果我刚刚选择的角不是他。我选择的角度，请问我会画出一个是两个？两个。如果我选择这个，我刚刚选择的是这个，我画出来给你看，是不是画？没有别的，所以给这样的条件，它真的会全等。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我试过了，会全等。这个我也试过了，不会全等。如果选的是这个的话，两个三角形，如果边角边会全等；如果边边角不会全等。可是如果我选择的在这里，那么会画出几个？我们来看一下，画给你看。一样，我们先画角，因为它比较好看。再一次哦，我把这个 B 复制过去，关键在这里一定要焦点，等一下我要从这里往上推，相同的圆就不开口多大，这边就要变成开口多大，角度才会一样的，这个叫做复制角。所以现在我已经把角 B 复制过来，下一个动作请问会是什么？复制长度 A。会复制 A。你有办法复制 AC 吗？没办法。有办法复制，可是你没办法做。你有它之后，接下来应该会做什么 ？A 不要。应该会做 A， 然后有 A 之后才办法做 AC。好，接下来我们量 AB 量好之后呢？从这个地方把它画上去，所以这个 地方是什么？最后再怎样？去量谁？去量 AC。对 AC， 所以看可以画几？几个？两个。不是很明显，这里一个，这里一个，这边因为误差的关系。这边有一个焦点，这边有一个焦点，所以可能是 AAC，
这个 A B C， 这个 A B C， 它有 A D 边，跟它一样长。它有这个角，跟它一样大。它有 A C， 跟它一样长，对不对？另外一个有没有？没有。没有啊。有。另外这个三角形。这个角有，对不对？这个边有，这个边也有。所以我们根据我们有角边边，角边边，我们却会做出两个符合条件。角边边，或者是你讲边边角都没关系。我们会做出两个，会做出两个，这个叫做 S S A 不全等。因为你会做出两个，如果你根据它的条件做出来，会做出两种不同的三角。显然有人完全没跟上。那我要讲什么？就是你这种做法，你这种做法不会出现全等，那这种。
做完了。短、长、小，这个是短，这个是长，那这个嘞？这个角是在哪里 ？B。在短的对立。对。在短的对立。也就是说 ，SSA 看情况，看情况来决定。这种情况全等，这种情况不一定，看情况。把这个自己重新。好，现在把我刚刚讲的东西做下去。快讲完。我这节课讲的东西就是。我们有说过哈，有说过边边边会旋等，有说过边角边会旋等，有说过两个角一个边，两个角一个边会旋等。这些是确定，因为我这些我只有办法做出一种，这些我只有办法做出一种三角形。可是如果是边边角就不一定，你的边边角如果是这一种，你的边边角如果是这一种，你可以做出旋等三角形。你的边边角如果是这一种，你会做出两个。请你呢，如果你真的不想变伙伴的人，就是这样做，画一个三角形。一个三角形，一长一短，一长边一短边，在长边的对面是我们想布置的角，我们要布置这个长边、这个短边、这个角，我们把它叫做 SSA。这个 A 非常的重要，这个 A 是长边的对角。如果是这一种情况，如果是这一种情况，我们做出来的三角形会一模一样。只有办法做出一个，刚刚我有做给你看，只有办法做出一个。如果我们用长边、短边，然后这个角是长边的对角，用这样的条件，我只有办法画出一种三角形，跟原来的三角形一模一样。只有办法画出一个，因为只有办法画出一个，所以我们会说边边角全等。条件如果是这样。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这个角是长边的对角，短边就刚好，短边就会画，让你画出两角。所以关键在这里，把这个关键写出来就可以了。第二，也就是说，题目给你 SSA， 没办法完全确定。它是不是全等的？如果它给你的这个角刚好是长边对面，长边的对角，那么你的 SSA 就一定全等。如果它给你的 SSA 的这个 A 是短边的对角。那你就会画出两种，那你画出两种就代表我在复制它的过程，我使用它给我的条件，我使用它给我的条件，可是我就会画出两种，那到底哪一条是它的？得杀我，因为你又画出两种，所以我就会说它 SSA 不全等。那这种情况。这两条边一样长，对不对？所以呢，等腰会怎样？等腰会怎样？下面这两个角会一样。
所以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这一个奖加这个奖会怎样？题目有时候写的很好，但是如果没有给你教过，你就想不到。打黑板的好像。为什么？这个三角形有符合它的条件，对。这个三角形也有符合它的条件，对。所以这个角是跟这个角对应，对，我们可以。但是也是跟它一样。因为怎么样？这个是怎么样？这个是怎么样？因为这两个不一样。刚刚是用它为圆心，然后这样画的。这两个样长等腰三角形的特点就是它对称，所以底角会一样，所以这个角可以换到这里，这个角可以换到这里。还有黑板的写写，人不舒服我都了解，但是那是可以控制的。药要吃，茶要喝。对，那是一个三角形。你要写你懂的东西哦。你要写你懂的东西。所以我们全等目前有快谈完，全等有这几个，这几个保证全等，这几个保证全等，保证跟名字保证，可是 SSA 不保证，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但是这个是保证，保证班的。哎，这几个不，只要你是这样子做，我保证你一定全能。可是，如果你是用这样的条件做的，我不保证。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有一个特殊情况，保证一定可以。直角知道？为什么知道？等一下，为什么当直角的时候的 SSA 保证一定？不管你是选这里还是选这里，反正只要那个角不是直的就可以了。但是 SSA 哦，有 S， 一条边、两条边，你只要那一个角度是90度。只要这个角是90度，看你怎么量都可以。边，对，或者你也可以这样子，边角。如果这个角度是90度，我保证里面是全等比，什么意思呢？我这一个我要复制它的时候。我要复制它的时候，复制这一个，复制直角。只要这个角度是直角，这两个三角形一定全等，就不会有不一定哦，不会有不一定的，保证一定会有。为什么？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没有学过，但是你知道哪里有？没有学过。角度快90度了。90度，你应该想到什么？毕氏定理，毕氏定理在讲什么？毕氏定理在讲什么？毕氏定理在跟你讲说，你只要给我两条边的长度，我保证帮你算出第三条。毕氏定理在跟你讲，直角、三角三条长度有一定的关系嘛？他跟你讲什么？2+2=4加 y2 等于。毕氏定理在告诉我。直角、三角形，其实你在
告诉我们什么呢 ？ABC 条的长度会是什么呢 ？BCC 条长度跟什么 ？ACC 条长度。如果那这个在讲什么？这个在讲，如果你告诉我这一条有多长，你告诉我这一条有多长，这一条就一定可以算了。对，直接算出答案不是吗？我也可以这样说啊，你告诉我这一条有多长，你告诉我这一条有多长，这个不是可以算吗？对。所以毕斯蒂也在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讯息。三角形，如果是直角三角形，你只要给我两条长度，第三条我就可以算。所以，如果我这个图形是一个直角三角形，如果这个图形是一个直角三角形，我告诉你这条长度九，这条长度六，那不就告诉你这个吗？对啊，对。先不用算，不用算，重点不在算。我告诉你，这条长度六，这条长度六，啊，这条长度九，这条长度它是一个直角三角形，所以这条一定可以算。就利用这两个一定可以算出来。所以，你当你另外再去画一个三角形，你一样是画九，画六，那这里跟着是直角的话，这一个跟这一个不是也可以算出这一个吗？那这条长度跟这条长度。一样吗？用这两个算出来的长度跟用这两个算出来的长度，这两个长度一定会一样啊。所以 SSA 的这个 A 如果是直角，如果这个 A 是直角，这一条边可以被算出来。根据毕斯定理，有这两条边，我就可以算这一条；有这两条边，我就可以算这一条。用这两条边算出来的长度，跟用这两条边算出来的长度一定会相等，所以 S S A 就会变成 S S S。它 S S S 为什么？对。很难哦，有些人很难。看你的表情就知道，没有跟上。好，再讲一次，因为这个没有那么容易。你完全知道我在讲什么的小朋友，厉害，抱歉。我会再讲一次，我会再讲一次。我们先来复习毕斯定。如果我给你这条长度是十二，这一条长度是十，来，请帮我算这一个，你帮我算，先算这个。算笔记本。笔记本，你会算吗？会啊。来，先这个，先这个，我慢慢慢慢来。那个问号快点来。还有一点点时间，你放下。二十方的二十四啊，都可以，没关系。是二十四，我两个四方形。你会怎么写啊？怎么写？十二。十二的二次方等于什么呢？等于十二次加二次方加什么呢？二十四。问号二次方，对不对？对啊。哎，那十二的二次方你不是可以算吗？一十四啊。是二十四吗？一十四。不是啊，好，十二乘十二，这里是一四四。加一百，十的哎，真的很多人这样算呢。想，十的想，就是刚刚讲想的那个人，想的接着想的。哇，就是，就是我。那我啦，真的，真的啦，高手也一样，有时候就会十的二十方就写二十，因为太自然。十的二十方只跟你十的呢，对吧？哎，所以接下来我怎么办呢？我先把它剔除掉，我怎么把它剔掉呢？扣掉啊，对不对？扣掉它，哎，可是要公平啊，你不能这边扣，这边没扣啊，不公平，对不对？可以这样把它扣，这扣掉之后会变成什么呢？这边会变成什么？四十四，啊，这边就问号二次方，问号二次方又变是不是代表问号要多少？
跟他二四四。跟他什么？四十四。对。记得吗？忘了对不对？没关系。我还记得。什么东西乘起来会等于四十四？跟他二四四。最简单的，最简单的就是这个。是要画圈。看一下三三六。目前先这样，他可以画圈。啊，先目前先这样。考试的时候要画圈。我给你形象跟他那个，请他那个，我给你宝宝。哎，不能这样。啊，我们怎么化简啊？来，先把这个写一下。啊，我让你写这个的目的是在跟你讲说，三角形，三角形，只要给你两条边，第三条边一定可以算到。直角。同学，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直角吗？到底是多重要？因为只有直角三角形有这个关系。只有直角三角形会当讲一句。只有直角三角形会当讲一句尔。在讲一句什么意思？刚刚直角，直角在伊边那讲。什么？怎样讲？你得让讲。怎样讲？啊，角是这样子先翻的啦。啊，你土司比较土山哦。你怎有国语的？台语叫哪嘞？南门台啊。冰鱼啦。南门台啊，你混哦。冰鱼耶。对，无对，我讲个冰鱼啊。冰鱼。冰台啊啦。冰岛的。这节剩下几分啊？五十吗？五十分。四十五啦。五十五啦。四十五。对，四十五。骗人。骗人。红圆底哦，你有看过他吗？圆小迪啊，我是讲你要买哪一个小迪呢？
S D 好。没人知道。戴死啊！是 Trace 吗？然后剩下30秒给你。英国。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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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来，他刚刚讲过了。对，你们学我。你讲的那个 stress 跟 go straight 直线，直直的走也是直角。对，直直的往前走。Angle， 就下午 Angle， 是 Angle。那个字你们真的学过，可是你们上来当老师。第一个英文字母，标标第一个英文啊。啊。怪蛇，怪蛇，怪蛇 Angle。Angle， 我太正了。第二个老师呀，我在哪啦？哎，第二个老师啊，老毛啦，老师，怪 Angle。这个你们不是念吗 ？That's right， 对不对 ？All right， 对不对 ？Right 是答对的意思哎。You are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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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思。Right， right， 你们不是常常讲 Let's right， Let's right， 对不对？老师啦。不要吵了，排解啊！我准备要背英语课。哎，老师，我被疼了，是不是？老师刚忽略，抱歉。老师，你忽略他。老师，你我被疼了。天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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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怎么讲 ？S 啊！天哪！英文怎么讲？第一。被疼了。怎么念？帅的。我好难过，我两三根棒。我。所以呢，我们会把这个转化为什么呢？边边角，所以就会什么呢 ？Side，passes， 然后 side， 然后什么 ？Right， 啊 ，SH， 哎，我什么学校的？我学校的在化学，还是什么九条？杨哥他们喜欢那些，那些好像。等一下，有助教。啊，会写一写。啊，再写 H， 再写 S， 这个叫做 R H S。请把这个写一写。哦，为什么我想要先写 H 呢？哎，不是不是，啊，为什么我想要先写 R？ 因为直角。因为直角是重点，了解吗？因为直角是重点。没有直角什么都不要。看 S S A 翻译过来应该是 H S R， 也是因为我们想要强调它是直角，所以我们把直角写在前面，直角斜边 side 这样。啊 ，HS， 啊 ，HS， 全等，针对直角三角形，所以公那一点公了。耶！快点，小迪啊，然后那个明天，明天要带什么东西？包。拍照哦！累疼了，累疼